好啦，跟住咧天堂了过后咧，我哋就请到咧非常之厉害，就系咧旧年嘅上一届 U Star 嘅校草冠军咧，阿 Felix 就嚟到现场咧，同大家咧打气同埋倾下偈嘅。我哋俾掌声，又请 Felix 上台先。Hello，Hello， 师爷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哇，真系好靓仔喎，呢一个系嘛，好靓仔嗬？呢度靓仔啲定系？唔係唔同嘅，唔同年份有唔同計法嘅。你係嗰年靚仔啲嘅。OK， 好啦，嗱咁啊，即係今日請你翻嚟咧，咁啊真係嘅，分享一下究竟舊年咁啊成為咗呢一個嘅校草啦。咁啊，究竟舊年咧係學咗啲乜嘢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先。梗係學咗好多嘢啦。首先，因為本身都係做 model 嘅，咁 U Star 教到俾我，我學得著最多嘅就係點樣去擺 pose。你知道頭先跳舞啊？各樣嘢啲姿勢啊，都係好講究，每日都對塊鏡練咁多次。咁我參加 USA 之前啦，就覺得以為啊有個樣啊錯得嘅，著衫幾好睇嘅就可以做 model。咁其實原來唔止咁多嘅喎。咁相機影出嚟，同埋台下面人哋睇上嚟，你嘅身體動作咧係絕對你平時唔會意會到嘅，即係你對住塊鏡練過好多次先得嘅。係，同埋咧，即係喺舊年嘅歷程裏面咧，有冇一啲即係好難忘嘅畫面，又或者可能嚇俾多啲打氣嚇今屆嘅所有嘅師弟妹啦？難忘的畫面就是贏那一下，真的很難忘的贏那一下。那要什麼話說給師弟妹聽，就是其實去到今天，現在剩下最後這四個已經是基本上和贏了真的沒有分別了。希望他們剩下可以放鬆地做好自己，已經沒有參加業餘演了，做回最好的自己給大家看，那就應該夠了。 OK， 剛才呢，就是你在樓下呢，就是都看了啊四強啦，你自己有沒有貼下哪一個，貼下校草先啦，究竟是 Phoebus 還是 Leo 呢？嗱，二擇其一，你揀一個，你小心啲講嘢嚇，你知呢度人口眾多噶啦。我覺得有，我問緊佢啊，做乜啫？有啲嘢係一齊睇會好睇啲嘅，即係譬如兩個咁睇下大家嘻嘻咁，幾開心啊 ！OK， 好，答得非常之好嚇。OK， 我哋俾啲掌聲 ，Felix 先，今日特登嚇嚟到即係支持我哋，多謝曬。